妈妈犯了错，最痛心的莫过于做子女的我们，一次又一次的犯错，是不是都值得原谅？还有心在里面吃饭，坚持吃饭。我决定离开这个家。你要去哪里？妈妈一天不改过，留在这个家也没什么意思。在外头找工作，求生活，一点也不简单。为了帮补家用，妹妹被逼到酒吧陪客。妈妈担心妹妹夜归，无论如何也要等到她回家，才能安心入睡。妈妈心里很自责，回想自己犯下的错，连累了孩子，她难过得几乎崩溃。每当看到别人家孩子带着自己的妈妈上街买东西，总让我想起家里的妈妈和妹妹。出门在外才发现，家是最温暖的。妹，这是你的大学同学表哥。儿子啊，妈妈对不起你们，我之前……妈，都过去了。来，我们吃饭。好，吃饭，吃饭。妈，来妈吃饭，我吃饭。来，麻烦吃。什么都不重要，家人最重要。年华有限，团圆等不得，回家过年真好。